我快要气完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真的自己要气完环法挑战赛 Tour de France 137公里，快要气完。大家好，也是想在40岁以前这边住过所有的美食的西亚伯伯，然后今天在法国的一个小镇，我不仅是一个美食博主，还算是一个挑战博主，环法挑战赛Tour de France baby， 挑战是130多公里，心里没底，但是我肯定会尽量挤满。Let's go！ 环保环法挑战赛支持，这边还可以领一个绿帽子。今天是我戴绿帽子的一天 ，Yeah！ 嗨，弟弟，咱们坐着攀墙吧。我不骑车，我开车。Right。你们看到后面，这边还可以剪头发。Caffeine shampoo， 我的头发是不是也喜欢喝咖啡？怎么样，帅不帅？我今天来体验一下我明天要用的自行车，但是感觉有点问题吧。换一个，请在车上停留超过3秒钟。算了。给大家，这是我今天的挑战，我没看过一个人能记得这个东西的一个人，所以呢，这个好像是这个现场最难的。明天就可以比赛了。开箱子饰品，袜子10000万。哦，还有洗发水在里面，但是好大，大到不能上飞机。Stay on the safe side， 安全第一。I put it on the bike and I just like whatever garbage I make I put in there。环保，非常非常支持。然后像这样。更高，这个自行车非常非常新，就是那种很专业的，很帅。你准备好了吗 ？All right, guys， 这个是我的车，我先戴眼镜，摆个很酷的 pose， sup， 然后把我的 ultimate action 放进去。Woo， I'm ready for this， 我准备好了，走吧。哎，弟弟。Yes， 弟弟，哎，加油，加油 ，Let's go， 弟弟，走吧。Woo！ 哇，这个人觉得比我快呀，比我厉害。开始爬山，超级累。没想到一开始全部都是爬山，我以为会有一个热身的状态，然后才慢慢的会就是提高那个难度。真的不知道能不能习惯。你要问他，如果没有问题。其实我一点也不口渴，但是我怕我自己不知道自己 dehydration， 我就万一喝点水。多喝热水，没有热水，就走吧，走吧。我发现法国的节奏真的很慢，在生活里的很多习惯真的很慢，但是现在大家都就很焦急啊，很 competitive。我有点漏在后面的感觉，大家都在前面，我应该是最后一个之一。OK。现在就是最后一个，你也加油！最后的一人，我的手有点麻，现在，我真的感觉不到我的手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啊！スプリンターたちが颯爽と先頭に出ました。骑慢的人都应该靠右边。耶！加油！当然的。哇哇哇哇哇！天哪！
了。下去，我肯定会到那个第一个休息站，任何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，就只要坚持下去，魔主掌针。风景还是非常非常漂亮。OK， 休息 time。这边有什么吃的呀？而且都是免费的，有各种各样的果仁、面包、糖果、螺蛳粉呢、麻辣烫呢、煎饼呢，什么情况？我得做个决定，要么现在结束，要么继续，是不是要挑战自己？要。全部都是爬山，累死我。这一段比第一段更难。我现在开始走路，真的太难了。我屁股不敢说，我累也非常累。OK， 我快要气完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真的自己要气完环法挑战赛 To the front 137公里，快要气完。呀哎呀哎我的腿cramp. You need help? You have water? Yeah, okay. Drink a lot. Yeah. You got it? Yeah. Thank you. 走吧，先开始走吧。不要放弃，我还不放弃。Come on, 加油！almost there, almost there. 不行不行不行！什么？哎 ，cramp！ 天哪，没想到，真的很难，但是没想到有这么难。我到了第一个那个休息站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整功这个挑战，但是还没到40公里，然后我的腿已经不行，我真的是越来越失望。因为就是看看他们，就专业的他们5个小时之内能骑完，就真的很厉害，实在是佩服他们。但是最厉害的是我已经不行的时候，有很多老人，有很多叔叔，有很多很胖的人，他们都不放弃，怪不得是世界上最难的。明年我会再来一次，然后我会训练，然后我会骑完。Remember my words, mark my words. All right, let's go back, guys. Woo! 我的视频就到这儿了。这个挑战失败了 ，very disappointed on myself. I really thought I could. 啊，好失望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爱你们，然后记住 ，whatever problems you have in life, you always have food and bikes. Bikes as well. Bikes are good. 如果你们有机会，肯定要来试试 Tour de France.